五年级历史集锦部单元四，国家主权的挑战。目录前言。我国外来势力采用的策略。策略一，藩属国。策略二，干政。策略三，殖民统治。互动方式。增加治疗了解程度。和增加记忆能力。以不同的颜色来分类小主题。地图增加地理知识。条约的细节。1824年英和条约。1874年邦洛条约。1909年曼谷条约。See you guys later.